的谢怡君，对不对？闽南语天后，今天带来这位是哦，是女儿，对，是女儿。我吓一跳，如果是你妈的话，你这么大还在唱节目？是女儿，对，女儿，然后给温暖甜美的中文系校花，看看他们合照，哦哟，好有气质哦。读中文系，好可爱耶，对，中文系的，他就是等一下来考一下他中文哈。哦，也是会被店员误会说是姐妹，因为我们很常一起去逛街，然后每次去逛街买衣服的时候，可能就会以为是同事或是姐妹，但是比较有一次比较夸张的是，以为我是她妹妹，所以她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她要检讨，因为她长得比较大一点，哦，我比较娇小，所以常常误认为她是我的。女儿个儿比较高啊，对 ，OK， 对对对，哎呦，你们要唱这一首歌啊？对对对，哎，是那个婚礼的时候我不准播的歌啊，哦，催泪的歌曲，徐若瑄的那个《巴郎》，很难过，对，女儿长大了，然后要嫁人，对啊，回过头来，对，但我二女儿有跟我讲一下，爸爸，不管我嫁到哪里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一生最爱我的男人，还有我最爱的男人，就是你了。哦，对，我明知道他在骗我了，哎，但是他还是他没有骗你，他没有骗你，多可爱呀！你也是吗？没有没有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绝对不会放这一首，我会在我婚礼上放《金包银》。金包银的性命是空金个倒影，够了。来带来一首徐若瑄的《巴郎》。车滴滴开，未来伫倒位？我不愿你看见阮的你。你讲人拢会分开，早晚的代志，点点流目屎的阮，不甘你。你的歌是阮在想你。最爱你唱我的声音，你讲人生爱欢喜，才有趣味，是好是歹，拢是家己。就是女儿第一次谈恋爱，竟然哭着跟妈妈说：“对对对，为什么？”她高中的时候谈恋爱，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说：“被甩了。”妈妈不是、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。”然后就一直哭。然后想说：“差马是不是要找保姆陪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，怎么了？对，然后就讲说：“她说妈妈，我觉得我是前辈子可能拯救了。”地球才能让你当，才能当你的小孩。对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但是我以为我们都是无话不谈，但是我骗了你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有交男朋友这件事情。”然后我想说他，不是被骗，他其实没有很重，没有很严重，但是对他来讲，对对对，隐瞒了妈妈这件事情，他觉得，哎呀，是他一个
很不应该的事情，很愧疚，因为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对呀，时代都不赶快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怕了。新的，你要给孩子新的一个观念，对不对？女儿嫁出去，你随时回来，爸爸都开心。对对，你不要担心这个婚姻，没有什么泼出去的。以前古代的女人呢，婚姻就是她人生最后一条路，想想呢，对不对？查甫家爱好去出出，可能外靠，拉出去闯，我去外靠吞一下。还是个假高贵啊！他都叫我不要只交一个男朋友。我妈也这样讲，她也想跟同桌啦，多看。哎，真不错，来来来，先回宝座休息。谢谢。来，怡君，还有查甫家，来来来，中文系的，中文系的女儿，文章写的好不好？哦。来，舞台交给你了。从小到大，那孩子们给爸爸写的那个卡片，我全部收藏起来。对，看着他们的成长，然后又发现怎么四个小孩里面只有一个真的会画，其他的都好画的很丑。老三画的这些哦，给爸爸这些信呢，已经可以出画展。他那个真的雕工，他真的画的很好，细腻。然后有些还做纸雕，还做什么啊？他是纽约视觉艺术大学的，你看讲女儿是不是很骄傲？但是哦，也你也不要这样讲。反观露西派，你看，好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到这边点到为止。那拢好诶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交给人家了。新宇有话想要跟妈妈说，开始。行。亲爱的妈咪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虽然大家都说你看起来很凶，但他们都不知道你是一个多完美的妈妈。别人常问我比较像爸爸还是妈妈，我总是毫无迟疑的说像你，因为你一直都是我心中最棒的那个样子。不管是妈妈、女儿、媳妇还是老婆，每一个身份都很尽责。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，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一个给一千分、一万分都没办法形容的妈妈。我长大后才知道，现在拥有的幸福是用你的青春换来的。谢谢你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爱我，就算以后我结婚了，你也不要担心。也像歌词里面讲的一样，我不是别人的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心肝宝贝。谢谢你让我当你的女儿，妈咪，我爱你。就感动了，就感动了。哎呦，好感动！给妈妈擦泪一下啊！哎呦，哎，这真的很奇怪哎。我们一圈一圈，我们只要拿一张卡片，然后站到妈妈面前开始讲话，就开始哭哎。对，很没有办法控制。咋不给他哭成这样？心都柔软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看到这些啊，你看，这其实台湾最美好的部分就在这里，嗯，对不对？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的一个相爱，所以你看，我动不动我都拍照，我都比这个爱与和。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感受，尤其家人，对没有？你说，十世修来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他能够成为家人那种，对不对？我都相信上辈子，我们这可能是我奶奶。不要，才会管我管那么凶嘛，对不对？那爸爸在里面还会被他骂，你干什么？你做什么？我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手机掉在地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。他很烦，他最近都会偷拍我，我可能这样走过去，然后可能在讲话，然后就偷拍我啪眼罩，然后就传给他的好朋友，你看我女儿，讨厌。这个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。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？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嗯，赶快去。